开局给他们拍一张遗像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我们零零六约瑟夫是不急于打第一个镜像的啊，因为以我们这个势力也找不到人啊，所以说咱们得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红鸟堂被烧之后的风景就好了啊，不是军工厂啊，说错了，哎，找到人了，看，不以找人为目的就能找到人啊？哎，刷耳机，刷耳机机器，嘿嘿，哎，二阶了，哎，师傅。小东西都不用听了。哎，有什么东西穿出来了吗？哎呀，我直接杀他了。哎呀，断一截板，你们这把玩的太好了啊！不是很想跑，你逃得出妈妈的小掌心吗？跑不掉的，直接挂上狂欢之翼。停，无处遁逃。有本事你压进步，别走步，他就过半。哎，你不暴露自己，你就过半。哎，暴露了，那你就救不了了。这就是聆听刘约瑟夫啊，震慑这个细节破箱啊，我们要去救人啊。这个细节安抚一下医生的情绪啊，前方要去救人。哎，你怎么来脸上了？不是，这就是过程全错，结果全对吗？现在好像没有人能救人了，哎，好像赢了呀！被所有人把那五字天打在公屏上吧，赢了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，小东西？他肯定要骗啊，不理他。死，就往他脸上挂，就狂，吼我！你在干嘛？脑子里进智虫了，智虫在大脑里，大脑皮层蠕动，根本没有办法思考。我其实也没有思考，但是没事啊，你已经没有思考的机会了，你马上就死人了，死人是没法思考的，思考一下吧，别思考了，这人要起来了，赶紧挂上。他好像也没有摇哎，哦，他在摇啊，去椅子上慢慢摇吧，这都是今晚跟威克一桌啊，这个前方好像起来了，你们要预防一下。哎，别预防了，别预防了，给他放生了吧。你还不回来，直接挂上狂欢之椅。我觉得这个咒师依旧大脑皮层正在蠕动，所以咱们不怕的。你看，庄园全自动，大脑停机机。你干嘛呀？骗谁呢？搁那儿？哎，禅让之作意啊！你和咒术师俩人一起搁这自己互相禅让吧。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庄园中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啊！两人互相让椅子玩。阿豪没吃了。这个人干嘛呀？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桌大脑，他的大脑皮层依旧智虫在蠕动啊！咱们依旧不用防他这个猴子啊！哎呀，不蠕动了，咱们道歉。第三位禅让人已然要登基。接着在蠕动，你的大脑皮层怎么一直有智虫在蠕动啊？还拍照吗？主播不拍的，别人搁这干嘛呢？这个人，这一个板子我还怕你呢？我还怕你啊？啊？这不是，你还起来吗？这能鞭尸？第五人格今天晚上跟智虫一桌啊？别发了，你今天晚上跟策划一桌啊，都给我去死，已经没有心情再跟你们玩下去了，都给我去死吧。这别的局我已经放生你了，但是这把你一直在折磨主播啊，我就不能放生你了。哦，我没有腰斩啊，没事了。